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ET 財智 Talk》。今日請嚟花旗阿卡傾偈，卡你好。Hello， 爹哋。嗱，第一次咧請你嚟呢個節目啦，同我哋咧宏觀少少咧拆解一下而家外圍大家一啲迷思嘅地方。特別咧，我見到咧太多人討論啦，就係啲長年期嘅債息咧行得好快。